这年头不管是我们普通人或是明星，大家都对 PS 这一门技术是越来越依赖。不过我们普通人只是简单用下美图软件，明星中可是有不少都有自己的专业修图师，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明星包装的几乎360度无死角。今天抛开精修颜值不谈，来看看明星那些让人羡慕的大长腿离开 PS 之后会是什么模样。例如女神戚薇，她自从结婚之后确实气质和衣品变得更好了，如今一直在走潮流人设。而她前不久出现在机场的时候，确实一如既往的很超很帅气，尤其她这一双腿又白又直又细又长，简直是太吸睛了。可惜她还是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了破绽，有网友指出她已经把地板都劈歪了，这修图师晚上必须扣鸡腿呀。而且没多久又有网友放出了他被劈的照片，这一经对比腿型简直是天差地别。其实戚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而他每次几乎每次都要把自己的腿劈到非人类般的完美。可惜虽然他每次都是精修美如画，但没多久未 P 图就出来了，前后对比让他很心酸。说起来刘亦菲虽然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神仙姐姐，但近些年她自身才德管理上却经常会出现一些放飞自我的时候，颜值和皮肤还好依然能打，但她的腿真的就有些让粉丝接受不了了。还好工作室把她的腿劈一下之后还是可以美出天际。沈月早前出席新流星花园发布会的时候，从放出的照片来看真的让人非常喜欢，她整个人的气质犹如一个小仙女一样，而且一双白直长的腿也非常抢镜。可惜她跟戚薇一样，没多久维修途中就露出了马脚，让人大跌眼镜。从那之后就有一些网友都用又粗又壮来形容沈月的腿，对此沈月也意识到了问题，开始注意保持自己的身材。而最近她的新路透图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，这个小腿纤瘦的小仙女真的不是大家记忆中的沈月了。万万让人想不到的是路透图也可以作假，真路透图和假路透图中沈月的小腿天差地别，小粗腿还是这个小粗腿，少了精修真的是天差地别了。袁姗姗从万人黑到成为励志女王，她的圈粉之处出了马甲线，还有就是她堪称娱乐圈标杆的美腿了。平日他放出的照片中每次出镜他的这双非常匀称的双腿都特别抢镜，可早前他上某节目的时候因为没有 PS 就立刻暴露了自己，这真是一双让人不可思议的小粗腿。看看李小璐再看看他的腿，这对比真的是太明显了。现在有这么高的人气和他的逗逼气质是分不开的，他的真实不做作是观众蛮喜欢他的原因。不过无论是多么真实的女明星也是喜欢 P 图的，因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王子文每次晒出的照片中都有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大长腿，甚至这双腿能让人忽视掉了他的身高。不过没有精修之前王子文的腿却是这样的，整体看起来就像个小孩一样。高圆圆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，不过她唯一有些不太完美的地方就是她的腿了。由于她身材比例的原因，如果不穿对鞋还不进行 P 图的话，那么就成了照片中的这样。杨紫的事业如今发展的越来越好，所以吐槽她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虽然精修之后她的身材看起来堪称完美，可也总会被无修图打回原形，所以如今意识到了自己身材的问题，她也一直在跟自己的体重做斗争。何洁 P 了照片之后确实让人羡慕嫉妒恨，这肤色以及大长腿别说男生了，就连妹子也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吧。可惜为 P 照简直连路人都不如了。